探子来报，蜀军沿着长江布阵。终于来了，传令全军，今夜子时渡过长江，消灭蜀军。领命。此战将是吴蜀决一雌雄之战。要和蜀国清算总账。三，滚开！全军听从陆逊的指挥。敌军的增援吗？我死了。打败敌将。敌方的援军吗？兵竟如此布阵，难道带兵的不是诸葛先生？若是如此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传令诸然部队依计行事，放火烧蜀营。快！
秘的过来。阁下身手不凡，与在下切磋一下如何？不要命的过来！生无害。我们也快跟上。够格当我的对手。不要命的过来。尽忠而死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
我们也快跟上，冲啊！又走回来了。Yeah.
要命的怪！厉害！在无人计算之中。毛奴之恩情，不要命的怪！
要命的怪！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家伙啊！功劳别让其他人抢走了！不要命的怪！保重！不要命的怪！山靖王之后，刘玄德是也。要命的怪！让敌军瞧瞧我军的实力！大人，请多保重。别得意忘形了！三弟，
玉秀，先走一步了。这个计策真的可行吗？敌将是司马懿，此计被识破，想必只是时间问题。因此得争取一时一刻，有劳各位鼎力相助了。攻下东西两边的城寨，包围曹休。在此，请全力以赴！不要命的怪！夫君之路，
我们要快赶上！！请大人原谅叔叔下线。后会无期。打败回家。我们也快赶上。我送你回去。
去送命。现在是击溃敌军的最佳时机。Come on!
不要命的过来！为自身的死亡而舞吧！不要命的过来！不要命的过来！漂亮的撤退也是我的美学。
接拿阁下当做无成就霸业的第一步。不要命的过来！以退为进，亦是一策。